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今天有三十几个提问。首先是王璐同学的提问。第一个问题，他说：“请问，在佛教里，有没有适合在家居士使用的婚丧嫁娶的仪规？”这个有，多半在莲社居士里。在家佛教的团体寺院里面呢，过去是没有的现在我不太清楚如果要问这些呢，可以向居士林、向莲社去请教我相信呢，有很多居士道场都有这些仪规那么通常佛教徒举行婚礼是用二部来进行的这个第一部分呢是由法师给新娘新郎主持三皈五戒的这个仪式做完之后法师们离开那么这个第二步呢，他才有主婚证婚人呢，按照一般的世俗礼节来举行。我见过好像是这样情形。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弟子学佛听经之后，对外人呢宣讲得心应手。但面对家人和朋友却无法宣说，甚至以身行教都没有效果。请问这是否一时要舍家弃欲而做沙门才能成就？若放下一切呢，是否有逃避自责之嫌？这个度化众生的事情度家人最难，难在哪里呢？你跟家人呢，长时间相处在一起，你的习气毛病大家都知道。你说我今天改过来都不相信啊，你能改得了吗？所以总是在观看，总是在讥笑，可是你要坚持，一直做下去。你做个五年、十年、二十年，大家相信。那是从内心里面发出的尊重佩服。所以对家人呢，一定要深交。外面人的时候，他不知道你底细。你只要讲得不错，人家就很佩服你。所以这个熟人呢，难。那么一定要从自己本身做起，你做的功夫不够你做的够对家人不要讲家人主动就要向你学习所以对家人呢，对亲近的人一定要深交，而不是言交你才能收得到效果。这个舍家弃欲，这个家我们讲过很多次，这不田舍之家了不重要。佛在经上讲家有四种家第一个就是你们现在所说的自己有个家庭，其实我们的家已经破碎了这家不成家了。
啊，那么第二种呢，烦恼是假。你能不能把烦恼舍掉？第三种啊，生死是假。三界就是六道是假，你出哪个假？啊，出这个家庭，这个妻子儿女田这只家舍掉了，你出不了三界，你出不了烦恼，出不了生死，你没出家了。啊，在家居士，他能舍烦恼，能舍生死，能出六道，他真出家了。啊，所以古大德教导我们呢，学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但是形式我们晓得，形式是表演给一般人看。啊，一般社会大众看到这个形式，他生起对佛法仰慕啊，爱好学习的心啊，激发出来啊，那这个形式就起作用了，就有功德了。真正修行是从心底里面回头啊，所以这些道理啊都要懂得啊，然后啊你才能真的自度而后就能度他。自己没有得度，要想度他呢，就是佛在经上常讲的无由是处，就是没有这个道理。啊，一定呢要从自度下手啊，就是自己回头。才能帮助别人回头。下面第三个问题，说过去家中信奉外道，供奉一些器物等，现在弟子听老法师讲经明白道理，但又恐请神容易送神难，请问应如何妥善处理这些外道的器物，可以避免触怒鬼神与外道？首先我们要晓得，鬼神跟外道他也是众生，他也有佛性，他本来是佛啊，所以我们要以真诚恭敬心待他。我们迷了，他也没觉悟。那我们今天明白了，接触到佛法了，哎，希望他也能接触到佛法。供奉外道这些神明，可以供奉在佛像的旁边，请他做护法神，一同学习，这个好啊！我度了，也把这些，这个过去照顾我的鬼神呢，我们通通在一起学习，啊，一起得度。至于外道这些，经书法无可以送到啊，这个神啊，这些神庙里面呢去借阅啊，他们要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也不能随便呢把它丢弃啊，那个是不如法的啊，不恭敬啊，送到这个神道教的庙宇里面。
底下第四个问题，他说同学们两年来一直按照杨老师提出的离境祝福的方法，每晚在家轮流播放啊你讲的四部经，但今年灾情不同往年，请问依旧按以往方法播经是否可行啊？如何能更如法？可以的啊。那么灾难最严重的时候，最好多播地藏经、十善业道经啊、阿弥陀经，加强念佛啊，念佛要真诚心啊，希望能做到呢，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化解灾难，没别的。我们能把了妄念、散乱心回归到一心，灾难就化解了啊！一心是禅定的，一心是真心的，灾难是从妄心里面升起的啊！所以真心能化解灾难。四十二章经里就告诉我们，智心一处啊，无事不办。啊，经中非常着重一心。啊，我们念佛的目的在哪里呢？在一心不乱。一心是定，不乱是慧。啊，我们能够得到念佛三昧，这是定啊。由定开慧，那问题都解决了。啊，所以说念佛一定要晓得，怎么样念到一心不乱呢？啊，应该放下的，统统放下，你才能得一心。啊，得到一心之后啊，你才知道佛法无比的殊胜啊，天上人间无与伦比啊！啊，首先你所得到的，你烦恼没有了，你业障没有了，你身心清净了啊，你活得越活越年轻了，越活越健康了。这是你现在所得的利益啊！再大的灾难摆在你面前，你知道怎样化解啊？一般是人是措手不及，手忙脚乱，找不出方法了。你清净向心当中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啊，到众生共业果报现前的时候，那是无法避免，自己有好地方去啊，天上人间极乐世界随意选择，你说这种利益到哪里去找啊？我们今天的人生闻佛法遇到这个机会了啊，自己要能够认知，要能够掌握啊，希望在这一生当中啊圆满成就，这就好下一个问题是多元文化
道德伦理与圣贤教育等优良的文化，在我的周围似乎很难被接受。对不学佛者谈起，他们排斥，认为又在宣传宗教。对学佛同学谈起呢，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世间法，不是真正的佛法，不消一顾。弟子惭愧羞耻不够，常生疑惑，放弃的想法，请问在这种环境当中应如何学习？你如果是不是出家人，我希望你到汤池去学半年，你的问题全解决了。伦理道德圣贤教育，为什么孔子做得那么好？孟子做得那么好？释迦牟尼佛做得那么好？祖师大德个个都有成就，为什么？自己做到了啊，自己真得受用了。你有能力观机，你知道怎样教化众生。如果自己没有做到，没有定力，没有开悟，你会被别人难倒，连你自己信心都会丧失掉。所以什么事情都要从扎根开始。那你问问弟子规有没有做到，感应篇有没有做到，十三业有没有做到。如果这三样简单做到了，我相信你走到任何地方，人家都把你看作圣贤。这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在这两年当中听到不少这里学者专家高级知识分子抱着怀疑的态度到汤池去考察去参观，看了之后好像大家都有这么一句话这些人不是凡人，是圣人。他们把信心带回去了。什么原因呢？这些老师把《弟子规》里面360句句句都落实在生活当中。如果你能把《弟子规》也像汤池老师一样落实在你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不尊敬。都乐意跟你学习。如果你学佛，学佛扎三个根。除弟子规之外还有感应篇、十善业道、沙弥律仪。这四个根扎下去之后，那不是一个根能够比。四个根都没有，学什么佛法都不是真的。没根嘛。根要紧。现在可以不要想那些花果，枝叶花果不要想。现在拼命在扎根。这个根越深，你将来的成就越殊胜。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弟子创办一个佛学网站，其中内容
遵循着老法师的教导，请问呢，应注意什么事才能把网站办好啊，为众生带来最大的利益？办网站的同学不少啊，有很多地方，像这些地方呢，你可以向他们请教，吸取他们的经验啊。不但有网站，我们还有个卫星电视台啊，你都可以认真去做一次访问啊，给他们交换意见啊。他们办了有这么多年了啊，你去看看啊，哪些地方可取的，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那你办一定就超过他们了。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墨学正在编辑一本佛教戒赌的书啊，这个很难得，希望收录一些法师对赌博问题的开示，免费提供需要的众生，请问老法师如何看待赌博啊？是小赌怡情，是否可以去赌？如何帮人戒赌啊？怎样啊帮助人戒贪？这个问题感应篇汇编里面很多，这个安思全书里面呢也有很多的例子啊，很多例子你可以参考啊，然后你再留意现前啊，现前社会上啊好赌的人他们的果报啊，这是现在人呢大家都看到的啊。如果真的能把这些果报看清楚了，我相信他就不敢呢再去赌博了。赌博的人真是十之八九啊，家破人亡，非常凄惨啊。那理想讲呢，那一定要懂因果啊。赌博目的是目的上想赢钱嘛啊，侥幸的发财嘛，没这个道理啊。如果真正了解因果，像《了凡四训》里面所说的，这是大家了常常看到的，世间任何一个人一生的富贵穷通啊，都有命啊。命里有的丢都丢不掉，命里没有的用什么方法都求不来，赌博能赢还是命里有的，不是假性的。那我命里有，我何必用赌博手段取得呢？啊，什么方式啊，你都能赚钱。啊，赌博这个念头很不好。念头什么？真正是百分之百的损人利己。你说这个念头好吗？这个念头造极重的罪业啊！这个钱纵然是赢到了钱，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啊！这个钱是不正当取得的，是你命里有的，但是手段不正当，还要负果报的责任啊，那又何必呢？啊，所以关于这些事情啊，戒毒、戒贪啊，戒色，那都要从因果
去着手。啊，理论佛法讲的很多很透彻，但是一般人呢不太容易接受。啊，果报在现前比较容易感受得到。下一个问题，这最近弟子响应弘一法师手书《金刚经》末集，可是弘一法师用的是流通本，请问能否改动弘一法师的末集，用姜维农居士的校正本？这个不好改，如果要改的话，要请弘一法师再写一遍。那否则的话的时候，那你就是把人家东西改动了不好，这个不但没有功德了，还有过失啊。第九题，弟子学佛后感觉在称谓上比较乱，例如我们称呼你为师父，但有人称呼你为大师、导师或佛，又我们应自称是弟子、学生还是末学，同学之间称师兄弟姐妹是否如法？这是属于礼仪啊，现在不讲理了，怎么称呼都行。可是在从前不行啊，那就是一百年前是绝对不许可的啊。为什么呢？称呼错了是失礼啊，有涵养的人笑笑啊，没有涵养的人的时候他会批评你啊，他会轻视你啊，说什么你从小没有教养啊，啊，你的父母老人没教你啊，所以说从前重视，为什么呢？它是礼义之邦啊。和谐社会啊，和谐社会要靠礼仪啊，所以没有理不行。这个称呼，称师父是俗称啊，世俗啊一般称师父啊，实际上呢就是老师啊。如果真是符合现代社会的这个习惯啊，我们称老师最适当啊。为什么呢？可以把社会对佛教的误会化解啊。我们在学校称老师嘛，佛法是教育啊，老师学生师生关系嘛。啊，最恭敬的啊，对人最恭敬的自称是称名啊，别人不能称名，别人称名对你是不恭敬啊，自己一定要称名，对别人是恭敬，最恭敬的啊。那我们称人不能称人名，更不可以连姓带名称呼啊，这个很不好啊，这是很不恭敬啊。那是称字、称号啊，名是他从小父母给他命。他没有成年可以称他的名，为什么呢？他是孩子童子
啊，那什么，19岁之前，19岁没成年，20岁算成年了。啊，成年行冠礼，在从前有礼节的，啊，就戴帽子了。啊，19岁之前不戴帽子，啊，20岁啊正式戴帽子，礼帽，就叫冠礼。啊，从这一天之后行冠礼的时候，你的同辈，啊，你的兄弟们，啊，同学们，送一个字给你。啊，那以后就称字。啊，大家都称你字，不称名。啊，你做官了，在从前，啊，在朝廷做官，皇帝也称你的字，不称名。这对你尊重。啊，如果皇帝称你名呢，那你有罪了。啊，你犯了法有罪，这大家称你名了。啊，所以他有很多规矩的。啊，如果有德行，有声望，连字也不称，啊，称号。啊，他有别号。啊，最尊敬的称呼，连别号都不称，称你的故乡。你是清朝的李鸿章，啊，他做的宰相，啊，德行学问为大家所敬仰，也不称他，你看名字号都不称，称他什么？合肥，他是合肥人，李合肥，啊，这个称呼是什么？这称非常恭敬，整个合肥那个地方的人呢，都被他尊敬。那么出家人也不例外。啊，你看我们不称智凯大师。啊，称什么？天台大师。天台山呐。啊，我们不称窥基。我们称慈恩大师。慈恩寺的大师。啊，所以称他的寺庙，称他居住的这个地方，啊，这是最尊敬的。啊，这些现在呢都很少人知道了。现在人彼此称呼是连名带姓。啊，那你现在要是用古人呢，现在人也不懂。所以也就随俗了，啊，不过称人名最好不要带姓，啊，尊重人的时候呢称一个字，他名字两个字称一个字，啊，他比我大某兄称兄，啊，比我小的某弟，啊，称个弟，啊，这是很尊敬。啊，所以自称的时候一定称名。啊，在过去一生称名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父母。父母一生都称你名。第二个是老师。所以老师的身份跟父母是平等的。啊，老师对学生称名。啊，这从前的礼俗啊，也应当啊要知道啊。可是，在我们正式日常生活当中呢，也要懂得随俗啊，不要斤斤去计较这些啊。我们自己要这样做啊，别人怎么做法的时候，不要放在心上啊，这样就好。那么，称大师。实在这个是错误的。啊，导师也不可以称。啊，为什么呢？在佛门里面，大师导师只有对佛的尊称。
啊，这个要懂得。啊，有些地方的时候，他不太清楚的时候，也必须要纠正。啊，可是大师里面呢，也有一种特殊，净土宗的祖师称大师，但是不是他活着在世的时候。啊，你看印光大师，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都称他印光法师，没称大师的。啊，他往生之后，佛教界里面公推他为净宗第十三代祖，这称大师了。啊，这称他大师说他自己不知道。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啊，说导师跟大师都是对佛的称呼。啊，他能够真正教人成佛作主。啊，有这种德行学问，啊，菩萨不敢称的。啊，佛门里面最尊敬的称呼是称和尚。啊，这现在人世俗就不知道，认为称和尚是小看了人的。和尚是印度话。啊，一个寺庙只有一个和尚，这学佛的同学都应该知道啊。啊，方丈住持他称和尚，别的人不能称。啊，别的人称舍利、阿舍利。啊，那在我们中国呢，其一般的时候，他出家了，我们称他师父，称他法师。啊，不可以称和尚。啊，和尚翻成中国意思就是学校的校长。啊，这个寺院里面的方丈住持，所以他只有一个。啊，通常称呼呢？称善知识，这是对人很尊敬的称呼。啊，称善知识，称仁者，这都很尊敬的。啊，对菩萨都可以称仁者，称善知识。啊，仁是仁慈的人，是这个意思。啊，慈悲仁慈的人，这菩萨。底下一题，他说：“请问是否可以为亡者做三皈依？应如何做三皈依，亡者才能得利益？跟亡者。”做佛事能不能得利益呢？全在自己的真诚心。你自己一分真诚，他得一分利益；两分真诚，他得两分利益；十分真诚，他得十分利益。可是《地藏经》上佛告诉我们，我们为亡人做超度佛事，实际上呢，七分他所能得到的利益是七分之一，七分之六
是做功德的人他得到。啊，所以在一般这个超度佛事，你看都要请七位法师去做。啊，七位法师做的时候，他只能得一分。啊，这个是真的。啊，真诚心去做，他的一分里头的圆满的。啊，如果心不真诚呢，他的一分里头还有欠缺。啊，这个道理啊，要知道。啊，所以给亡人做佛事，最好是自己做。自己不会做，请法师做，自己跟着法师一起做。这个效果就大，啊，让法师带你做。第十一题，就是现在灾难频繁，请问弟子和家人是继续工作学习，还是放下一切，开始念佛修行？放下。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不是放下工作。特别是念佛这个法门，这个法门方便，能够随顺一切工作，它都不妨碍。啊，我们在做工，心里一样有佛号。啊，如果我们的工作是需要用思维、思考，啊，要用脑的，我们工作的时候把佛号放下，专心工作，工作做完了。佛号就提起，这就很好啊！啊，毕竟是工作的时间不是很长啊，念佛的时间就很长了。啊，念佛最重要的是心里头真有佛，这才管用。啊，口里有佛，心里没有佛。这就很难起感应道交的作用啊！这个经典上常讲嘛，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那个相应就是真有佛啊！啊，特别是现在灾难很多啊！啊，这种灾难都是提醒我们，警策我们，一定要认真努力学佛，修真净土。啊，这个世界不要再住了。啊，一心呢修真净土，那么在这个世间能住几天，自己也不必去考虑这个问题。啊，多一天少一天根本就无所谓。啊，时时刻刻准备往生。这个心就好啊。啊，印祖当年在世就是这样教我们了。啊，他的官房小佛堂没多大了。那佛像后面他老人家写了一个字很大，死字。啊，天天想着我明天就要死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真放下了。这个方法非常好啊。啊，时时刻刻警惕自己，自自然然什么都放下了。
这是决定往生净土的。我们应该要学习。想到死了，哪一样东西你能带走？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放下心清净，心定，定生慧也。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第十二题，这如何才能快速地消除业障和积蓄财富？弟子现在家庭不好，为什么做了善事也没有多大的改观？这个善事，善事是有标准。真正断恶修善，决定能改造命运。如果你真的想家庭和睦，我劝你去念了凡四训。你把了凡四训去念100遍，你跟他学习。肯定你能够转运，你能够改造命运。命运是自己业力显示的果报，业是自己造的，当然自己可以改。前人有这个很好的范例，值得我们学习。第十三题，就是弟子多年前因美容失败而引起眼睛不能完全睁开，请问因美容而毁容的问题，佛法有办法挽救吗？佛法有办法。但是很难相信。释迦牟尼佛的弟子阿耨六陀，也翻作阿难律，他是听经时候精神不能集中，常常打瞌睡，被世尊严厉的批评。之后呢，他很惭愧，真的发奋努力，7天7夜不眨眼睛，把眼睛坏了，搞坏了，完全失明。佛教他学定，要进光明三昧，修这个定，他修成功，修成功他天眼开了，他的能力比一般阿罗汉大，一般阿罗汉呢只能看一个小千世界。他能看3000大千世界，所以他天眼是修得的，叫半头天眼，他半个头都是眼，都能看前后左右的，通通都能看。我们眼睛看前面不能看后面，他全都能看。如果你真能够修这个
这种三昧的话，你也可以能够得到啊。啊，不必用眼能见呢、啊。楞严经上讲的六根互用。啊，半途点是用身的，它不是用眼耳鼻，它用身。啊，它身头部整个头部都能见。啊，所以美容就是犯了很大的错误。啊，什么错误呢？破坏自然生态环境。那我们身体父母生的，这不是自然生态环境吗？你要去改变它，破坏它，它就来报复你。啊，就跟我们现在山河大地，啊，我们科学技术发达就破坏它，于是水灾、旱灾，啊，地震，啊，通通都来了，就是你破坏它了。啊，所以这个是决定错误。啊，美容自己真的也想改变自己容貌，断恶修善了，自然就能改变了。啊，你看那个看相算命不是常讲吗？相随心转。啊，你怎样改变你的相貌呢？从你的心改起。你的心慈悲，相貌就慈悲；心善良，相貌就善良。啊，心生智慧，你就看到你的聪明智慧相。啊，你要从心去转境界，不要从外面搞这些，这个手术啊，那是绝对错误。啊，那这个后遗症太多了。啊，我看到好几个了。啊，这个后遗症非常痛苦，啊，到晚年的时候再后悔，再后悔起来，来不及了。下一个问题，他说外国人嘲笑中国人不团结，有些个人提倡啊抵制外国货，请问，身为佛弟子该如何做？抵制外国货是否也是？报国家恩的行为，佛法凡事都讲你的发心，啊，这一点很重要。啊，那么现在的社会跟过去不一样了，这也不能够不知道的。过去没有这个。科技的交通，没有资讯，啊，人与人之间真的是大多数老死不相往来，啊，一生就居住在这个地方，活动的范围通常大概就是一个县吧，隔壁的县都很少去了。啊，所以他有爱乡爱本土啊这个观念。啊，现在交通便捷了，资讯发达了。啊，你看环绕地球一周啊，两天呢。地球已经变成一个村了，所以很多人说地球村了，变了一个村，那这个村里面的事情你就不能不关心啊，它对我个人对我家庭就会产生影响啊。那我们报自己国家的恩呢，也要报全世界众生的恩啊，希望世界上没有冲突，希望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啊，
都能够互助合作，共同来维系整个世界社会的和睦，互助合作，这才是真理呀！那要怎么做呢？我们自己只要把伦理、道德、因果这三方面做到了，自然会产生影响。你说外国人嘲笑中国不团结，中国人不团结，这个事是真的，不是假的。外国人提出来，我们自己要认真去思考。不是人家嘲笑我们，是我们真正不团结。只知道顾自己，连自己的家都不顾。你有没有顾及到父母？有没有顾及到兄弟姐妹？有没有顾及到你的族群？你的亲戚朋友？没有啊。真正能顾及到是少之又少。我一生只看到一个人，我在抗战期间在贵州念书，我们的校长周邦道先生，这个人一生省吃俭用，过着最清苦的生活，他收入，他照顾他一家，他在台湾呢，家人在大陆啊，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多多少少的是每个月都给他们寄点钱，不容易，数字虽然不多，那个用心了不得。他没忘记。